等一下，先认识一下这个这一首啊，就是我们泰国非常的出名哈、哦，对，这给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是我们常见是在哪里，什么办活动是会常见这个舞。好，这首歌呢就是我们泰国的东北部哈、哦，就叫 Park Isan 哈、哦，他们那边呢会有一个湄公河哈、哦，他们会办活动会就是要。敬拜哈，敬拜那个我们泰国的水龙哈，水龙哈的时候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等一下呢的舞蹈是少干。